看。它的形状很不错，大岛就在那边吧。没有哎，你要去先小岛，小岛过来中岛，不然它是大岛。因为我们有三个，我要四个，我刚才有个高台山，所以我们经过一个，经过一个。反正有汤啊，有汤，有南瓜汤嘛。就这样直接放吗？这个它是可以让你可以拿喝汤哦。对，我觉得这个也是。对对。因为它写了150墨的水，可是你有写吗？一到500。谢谢你。林小心，不要烫到。不一样，不一样，不一样。这好像比较高级，他那个好像比较台式。味道很浓，你要再加一点。我觉得味道很浓，它这个芹菜会比较香。哦，好好喝哦！我觉得到时候那个粽子，那个新鲜的那个蛋糕。1824其实蛮高的，所以每次绕一个欧回去吗？对，等一下从这边嘛，从哪边？对，从这边下去。从这边下去，绕那个宝房林道下去。另外一条，然后走下去，然后之后再汇合。对，那到我们要上来的时候，就是那个观景台过来一点，那边有个路会他们的会。哦，所以走出去就会先到观景台了。对啊，这不就被绕山了，这那个腰绕的路就很好走。哦，我比较好走。对，谢谢你。